非常之動聽哈。蘭香姐咧，下次都可以唱到機櫃。應該啦，先唱下集，改為再唱翻上集都聽過，兩隻歌一樣咁好聽。我嚟緊呢隻歌咧，大家都應該會唱。佢嘅咧就係、是、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啊！呢兩句我諗大家都已經知道，我想介紹呢隻歌啦。咁嚟緊呢隻歌咧就係、是《南塘殘動》。咁啊，《南塘殘動》係講嘅咧係南塘李后主嘅故事嘅。咁話説趙匡胤攻陷咗文漢之後咧，下一個目標咧就係南塘嘅喎。咁啊，南塘李后主知道自己係唔會敵到呢個趙匡胤嘅軍隊嘅，咁佢就自己撤退。咁趙匡胤咧就叫李后主去汴京見驾。李后主佢托辞去，咁啊捉捕咗趙匡胤，派大軍攻落去南塘，將佢捉咗去汴京。嗱，咁呢個故事咧大致上講呢啲嘅，咁啊大家應該都好熟嘅佢哋故仔。我哋不如講講去演繹李后主同埋小周后嗰啲兩角色兩位冤正嘛。好，為我哋唱出李后主呢個角色嘅咧，係特邀嘅粵劇名演員李奕龍先生。李奕龍先生咧，畢業於廣州嘅粵劇學院嘅。佢受訓期間咧，係演出同埋受訓嘅唔同嘅行當，包括小生，例如頭先嘅許仙啦，一個小武羅成寫書，仲有蘇生。所以佢咧係奠定咗而家日後演出唔同行當嘅非常之鞏固嘅基礎嘅。咁李玉瓊先生咧，佢已經表演咗多次同我哋灣區好多位歸秀粵曲愛好者表演過噶啦，相信你哋都會聽過。咁今日佢嘅新拍檔咧就係呢一個劉婉兒女士喎。唔講唔知，劉婉兒女士咧，屋企人好多都中意唱歌嘅。有啲咧，有個妹咧唱子喉，有個妹就唱平喉，亦有人唱英文歌、時代曲，可以話一門數傑啦。咁而且佢非常之有愛心嘅喎，佢將佢自己嘅愛好唱粵曲咧，係帶俾呢一啲長者，佢係經常去呢個社區同啲長者係唱歌娛樂佢哋嘅。佢仲係郭敬夫師傅嘅高足嗱，郭敬夫師傅咁準備好啦，係啦，我哋馬上請出兩位為我哋演繹呢一曲《南塘殘夢》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
又冬。
明知也完全是一幅向定会流，一死方有只合破天无能无勇更无谋，人交了兴趣就正位置是偷散自领红烧龙的手自愧自
是光明，未能一世上到二宝中坐，下到二姐黎民，福雷兄弟年年设定，白璧蒙古，善哉啊善哉，人生至此一情何？上山。
哇！真係 fans 多啊！得到家人嘅支持。